北方太阳大佬，徐红的玫瑰港，西红柿多里。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83了。还有什么？瑞丰。快到。西游车，有梅花在江沿，有芙蓉。咦，绿洲呀，什么那个嘛？907圈喽。西游车看后面。第二次看啊，芙蓉。我已经进了，在这一方面。哎，家门。又在叫银杏圈了，在对吧？那你看，61分。518圈的，第二次双方都就已经开始。你们很生气，竟然加薪加上面，难道怎么可以这样？下面都没有加。还有几分 ？OK， all right。对哦。907。今天到西国寺，在刘洋认识也，拜拜。再见，毛毛雨。8:52，8月12号在刘洋认识，这里有新闻，再见。